星期五的中午望出维港已经开始乌云密布，天文台在朝早11:30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位于珠江口以西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东移，并且会在短时间之内影响本港，而未来几日都会有骤雨和雷暴。我们预计未来几日受着一股活跃的偏南气流所影响，见到这些蓝绿色代表着雨区会影响着沿岸地区，或者带来一些骤雨。所以展望方面，我们预计未来的两三日会有几阵骤雨，去到下周初就会是短暂时间有阳光。另外，天文台说现时一股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会在未来几日移向菲律宾以东的海域，但是之后的发展和路径就仍然有变数，会不会打风就要再观察一下。